这年头，谁身边还没个鬼呀？你的任务就是帮我找到这个寄信的人。找到寄信人就等于找到工会了吗？工会就这么一个下线？工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神秘又可怕的，根本没有任何能接触到他们。在只有一只羊的情况下，谁能吃到肉？就看本事。接下来的事儿你不管了，多管闲事也不是我的风格。现在所有事情都已经了结了，从此就苍山云海，闲云野鹤。人鬼本殊途，这鬼也是你自己找的。有鹤，这有啥意思啊？传说是上古的恐慌之神，只要他出现，必然会有灾难降临。我们骗了那么多人，但是闹出人命，还是头一次。咱家都是鹤吗？如果是巧合，我们不应该管这事儿。如果是有人设计，我们更应该省身。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吧？你这盘棋下得够大啊。我把这白色的胎儿放在这头药剂里，结果产生了反应，形成了一种化合物。现在知道我和你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了吗？一直希望你能进行些事情，就是想要看到你这个样。我们今天救不了东东，我保护你的东东。从东东最多还能活7个小时，我们需要最直接、最有效的办法。我说那边，我走。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
Thank you.